欢迎收看热门影视今天的精彩内容。小谷的进套了，好，一会儿都他娘的狠狠打！哎，团长，你说这鬼子这辎重大队能不能有罐头啊？你他娘的这话还没说利落，就知道吃啊！弟兄们，给咱们情报说了，这里面除了日本娘们儿，什么都有。咱们团1000多人，就打的剩300人，打好喽，今天晚上咱他娘的也过个年。报告团长，前面有个驴车。他奶奶的，哪来的驴车呀？团长，怎么办？前面可是雷区啊！停了，驴车停了！他奶奶的，算这狗日的命大！猛子，带着兄弟们过去，给他拽一边去。是。等等。是鬼子。要不咱撤吧，团长。如果现在撤的话，弟兄们全暴露了。他奶奶的，这驴车咋自己动了呢？团长，这驴车马上就进雷区了，要不咱撤吧？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放你娘的屁！现在谁敢说撤，老子一枪崩了他！哎，你等等！哎，此处地形险峻，命令部队警戒！警戒！看来这老子今天是发不了财了。走。拼了，只要地雷一响，全他娘的开火，爆炸就开火。是。解决战斗，嘿！开炮！
沈腾云，你带人把他们干掉！嘿！团长，这哪是什么辎重大队啊？这显然是日军主力，咱撤吧！他奶奶，谁给老子的假情报？现在不能撤，我们一动吧，回来就会咬上咱们。猛子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兄弟们会打光的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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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撤！撤！快！赤铁，你带一队人，绕到他们后面去，把他们给我堵死。嘿！弟兄们，快走！弟兄们小心！团长，前面没路了，快隐蔽！猛子，咱们弹药不多了，后面没有退路了，咋办？怕什么？既然没路了，咱们就得跟他们死磕了。弟兄们，节约弹药，等鬼子靠近了再打。咱们就是死，也要抱着鬼子一块死。哎，小兔崽子，到这儿来！哎，大哥，猛子，回来！走，快！小战，别动！大哥，你疯了？你管他干嘛？你别动！你们是国军吗？哎呀，我找你们找了半天了。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你们是哪个团的国军？哎呦，你他娘的打老子干嘛呀？我他娘的打你，老子还想一枪崩了你。300个兄弟被鬼子抱了饺子，都是因为你和你那头蠢驴，知道吗？要不是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，我就……你还因为我呢？老子还跟鬼子有仇呢，你把我的驴都炸死了！大哥，鬼子又来了，准备战斗。报告，团长，上级发来电报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原来是小鬼子准备了一桌菜，却来了两拨客人，啊！中央军帮我们挡了枪了，前往战斗地点，火速救援。哎，团长，咱们为了中央军出兵，是不是有点儿？咋的了？再怎么说也都是打鬼子的汉子，少废话，立刻集合队伍。是。大佐，我们已经将他们全部包围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全歼他们。他们这支部队作战能力这么强，杀了他们岂不可惜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招降他们，让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所用。老子，等等，你看。对面的人听着，你们是哪支部队？你们的指挥官尊姓大名？你他娘的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我奉中村大佐之命前来与你们谈判。啥？跟鬼子嚷嚷谈判呢？给老子打，我就不信了。他
谈什么？我希望阁下向我们大日本皇军投降，加入我们，一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。团长，别听他们的，只要他们敢上前一步，咱们就开枪。等等，这不是小事儿，你得给我时间，让我想想。咋回事？还不打呢？打呀！都到跟前了，你们还是不是过去呢？有枪不打？都过来了，你不打我打，把枪给我！他娘的，我就不想……闭嘴！团长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下达命令？孟仓，你看那边全是咱们的弟兄，让我怎么下命令开枪啊？那些是我们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他们根本就不怕死。孟仓，你别太意气用事了，我这也是为咱们弟兄们找条活路。你的活路就是让我们投靠日本人吗？我也没答应投降日本人呢，这么多兄弟都围在这儿，咱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带出去啊。我有个法子，天黑以后我带人冲出去，打开一个口子，掩护大家突围。要是冲不出去咋办呢？那就死在这儿，也绝不能当汉奸。你们想好了没有？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你们再不回答，我们就看。你怎么好了？好，这个不错。大哥，就他，该我这个赵子龙上场了。嗯，狗爷搁这撒尿，你搁这蹲着干嘛呢？拉屎啊？哎哎哎哎！这谁呀？这是啊？连我狗爷的人都敢打，哪个王八蛋呀？是你爷爷我，还有我，你们谁啊？啊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找错人了吧？前天你在我家吃火烧，你怎么不给钱呢？哎，你说你不给钱也就罢了吧，你还打人，你欺负我没人是吧？啊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就你那破火烧，硌得我直牙疼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钱呢？你不好吃，你能吃了八个？我说你是谁呀？你是想替他出头是怎么着啊？出头怎么了？我今儿看你是怎么个出头法。给我打！啊，打！我你哎哎，追！你打呀！今儿人带少了，你人多欺负人少，这姥姥。嗯嗯，跑啊！好啊，花二狗，现在知道老子是谁了吧？啊，不是，不知道。你记清楚了啊，老子我是你十三爷，武十三。下午再让我发现你在武强县里为非作歹，欺负百姓，老子我他妈阉了你！我不敢了。小孩子，把死里打！打！别打脸，没法出去混了。还想混呐？不打脸还想混，这就是不打脸的下场，让你以后再欺负老百姓。老同学，听说你要来武强作战，我非常高兴。这次您的到来，又给了我们两个昔日同窗一次并肩作战的机会。初来乍到，还望你鼎力相助。您客气了。
姑娘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在这干这傻事儿。这不是干这事儿的地界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这些百姓着想。花花，瞧好了啊！我这可是最后一个，我这刀要下去，您就得滚出五墙了。中村正雄是武枪新任的最高指挥官，今天是我到任的第一天，我知道杀手就在人群中。出来，不要像个懦夫，让我们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。爹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小鬼子在那边杀人呢。啊啊啥？秀儿还在那边呢。什么？秀儿在那边呢。哎呀，走，爹。既然你是敢做不敢当的人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全部杀了。准备射击！Yeah.
哥，三儿，别干傻事儿，有话咱们回家说去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谁呀？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？不做生意了？今天我们家有点事儿啊。今天就是家里死了人，也得给我做生意去。哎，你懒得跟你废话，找你啊，肯定有好事儿。今天真去不了，改天吧。这老头怎么这么死性啊？我现在跟你好说好商量。别怪老子一会儿翻脸。等等，别为难我爹，我替我爹去。小二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！你看这人多久？不知道。没事，爹，你这身子骨。您就别上去了。哎，这些个黄皮子不好惹，你手底下轻着点儿啊。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去那边坐一会儿，很快就完事儿了。小二，哎，来嘞，给他上壶茶。哎，得嘞，老爷子，您的茶。快快快快快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太君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就是他，听说你剃头的手艺不错。太君问你话呢，你愣着干啥呀？太君啊，他们家的手艺在这一带是相当有名的。那就开始吧，先给我刮刮脸。哎，好嘞。你愣着干嘛呢？不是找死吗你？赶紧的呀，你去！太君，前两天西街那个事儿，太君您在现场吗？在场。哦，听说反日分子都被通通的杀掉了。谁想到那些刺客扮成了女人？混在人群里找不到人，所以把在场所有的人全部杀掉。中村太君也太狠了吧，那万一里边他没那么多犯人分子。你胡说什么，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干的。兴许我会先派些人强奸了那些女人，然后通通杀掉。怎么走？
三儿，别慌，有哥在呢，不怕啊。冷静点，咱们两个慢慢走出去啊。黄龙，怎么了？爹，爹还在酒楼里呢。啥？老人家，楼上的皇军真的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为什么？我们一个中国的老爷们杀你们几个日本鬼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伯克，你一个垂垂老人怎么杀得死两名年轻的军官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替谁顶罪？没有任何人委托我，就是我自己要杀了你们这些小鬼子。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，我知道我今天也活不了了。我只想告诉这些活着的人，你们好好的活下去，为了你们自己个儿，为了你们的亲朋好友，为了你们的家人，为了我们中国人，你们好好的活下去。他们这些日本鬼子好不了，他们早晚得完蛋。咱已经出了武强城了，这是郊外。爹呢？说话呀，爹呢？进了吴家的门，他就是我爹。可我能咋办？带着你上去拼命啊！那不是给爹陪葬吗？那还对得起爹吗？我答应过爹，我答应过你二哥，得给你们吴家留后啊。三儿，哥答应你，这个仇咱一定报。但首先你得活着，你们吴家不能没人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先告诉我，杀咱爹的那个人，他
这个小鬼子我忘不了，叫中村正雄。等小鬼子进套了，好，一会儿揍他娘的狠狠打！哎，探长，你说这鬼子这辎重大队能不能有罐头啊？你他娘的这话还没说利落，就知道吃啊！弟兄们，给咱们情报说了，这里面除了日本爷们儿，什么都有。咱们团1000多人，就打得剩300人，打好喽，今天晚上咱他娘的也过个年。报告团长，前面有个驴车。他奶奶的，哪来的驴车呀？团长，怎么办？前面可是雷区啊！停了，驴车停了。他奶奶的，算这狗日的命大！猛子，带着兄弟们过去，给他拽一边去。是。等等。是鬼子。要不咱撤吧，团长。如果现在撤的话，弟兄们全暴露了。他奶奶的，这驴车咋自己动了呢？团长，这驴车马上就进雷区了，要不咱撤吧？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放你娘的屁！现在谁敢说撤，老子一枪崩了他！哎，你等等！哎，此处地形险峻，命令部队警戒！警戒！看来这老子今天是发不了财了。走。拼了！只要地雷一响，全他娘的开火！爆炸就开火！是。这里，命令部队
3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。嘿，开炮！鬼子靠近了再打，咱们就是死也要抱着鬼子一块死。哎，小兔崽子，到这儿来。哎，大哥，猛子，回来！走，快！小娟，别动！大哥，你疯了！你管他干嘛？你别动！哎！你们是国军吗？哎呀，我找你们找了半天了！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你们是哪个团的国军？哎哎哎呦！你他娘的打老子干嘛呀？我他娘的打你！老子还想一枪崩了你！三百个兄弟被鬼子抱了饺子，都是因为你和你那头蠢驴，知道吗？要不是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，我就……你还因为我呢？老子还跟鬼子有仇呢！你把我的驴都炸死了！大哥，鬼子又来了，准备战斗！报告，团长，上级发来电报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原来是小鬼子准备了一桌菜，却来了两波客人。啊，中央军帮我们挡了枪了。前往战斗地点，火速救援。哎，团长，咱们为了中央军出兵，是不是有点……咋的了？再怎么说也都是打鬼子的汉子，少废话，立刻集合队伍。是。大佐，我们已经将他们全部包围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全歼他们。他们这支部队作战能力这么强，杀了他们岂不可惜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招降他们，
让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所用。老三，等等，你看。对面的人听着，你们是哪支部队？你们的指挥官尊姓大名？你他娘的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我奉中村大佐之命前来与你们谈判。啥？跟鬼子上号谈判呢？敢打我就不信了。谈什么？我希望阁下向我们大日本皇军投降，加入我们，一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。团长，别听他们的，只要他们敢上前一步，咱们就开枪。等等，这不是小事儿，你得给我时间，让我想想。哎，咋回事？还不打呢？打呀！都到跟前了，你们还是不是过去的？有枪不打？人都过来了，你不打我打，把枪给我！他娘的，我就不闭嘴！团长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下达命令？猛子，你看那边全是咱们的弟兄，让我怎么下命令开枪啊？那些是我们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他们根本就不怕死。猛子，你别太意气用事了，我这也是为咱们弟兄们找条活路。你的活路就是让我们投靠日本人吗？我也没答应投降日本人呢。这么多兄弟都围在这儿，咱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带出去呀。我有个法子，天黑以后我带人冲出去，打开一个口子，掩护大家突围。要是冲不出去咋办呢？那就死在这儿，也绝不能当汉奸。你们想好了没有？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你们再不回答，我们就看。大哥，开炮！猛子，弟兄们，打！打你们狗日的！投降！投降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你们的部队番号？第一战区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特务团团长唐金荣。我是大日本皇军华北驻吴强的最高指挥官中村正雄。太君你好，太君，我们向您投降了，您给我个什么差事啊？唐团长，你看华北皇协军混成第六旅旅长，这个职位你还满意吗？多谢太君，多谢太君。唐旅长，你得把杀害乔北军的那个人交给我。是他。唐旅长，请吧。太君请。是。这支国军打得真硬气，死了这么多人，鬼子一定人不少。再看看有没有友军的伤员。报告，小鬼子向东撤离了。剩下的国军呢？投降了。什么？狗日的，孬种！亏咱还来救他们。命令部队打扫战场。是。
兄弟们，快点来扫点掌。小李，到，酒。那，哎哎，你要干嘛？不许喝。哎呀，我这一口酒还没喝着呢。一口都不许喝。你答应过我一个星期你只喝半斤酒，可是昨天你已经把整个星期的酒都喝完了，所以这个星期啊你不许喝。这规定不都是人定的吗？死丫头，不能灵活点啊？不能灵活点，这规定是我定的，所以你必须执行。团长，我可是为了你的身体好，你要是把身体喝垮了，咱全团的人可怎么办呀？行行行行行，听你的吧。这酒啊暂时我先没收，下星期呀你再问我要。哎，酒。丁玲姐，丁玲姐，这还有个活的。哎，这是个老百姓啊，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没死呢，快去找两个战士把他抬回医院去。好。哎，小心啊，怎么样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三儿，你醒醒。雪，你醒醒。秀儿，秀儿，秀儿，你不要离开我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，鸽子，鸽子！你干嘛呢你？他怎么这么无理啊？别管他了。不行，他还是个老百姓，我们把他带回去，然后再说。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野战医院。战医院？那些国军呢？听说投降了。那投降了？就是投降日本人了。投降！别开枪，我们投降。混蛋！早知道，我当时真应该一刀把那团长给抹了。兄弟，别冲动。干啥的？我是来找人的。别动。老实待着，这样来说话多方便呢。兄弟，把枪放下，别走火了。哼，你鬼鬼祟祟的干啥？我看你像个奸细。谁是奸细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我找我弟弟，我弟弟叫53，是个剃头的。兄弟，你见过他没有？53？啊。没听过，这儿没啥剃头的。兄弟，这就不对了，人家老乡都告诉我了，我弟弟是被你们抬到这里头去的，我得进去找他。别动！你以为这是你家啊？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哎，兄弟，我事儿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？我怎么听不懂人话了？我就这么说话，给我走！哎呦，我不客气了啊！就你还玩枪呢，三儿，三儿，站住！三儿，三儿，谁开的枪？你谁啊？我找人的。小哥，怎么回事？医院不能开枪，不知道吗？我，他，53。你谁呀你？我找我弟弟。谁是你弟弟啊？53，53。三，你先别喊啊。哥，哥，三儿。你没死啊，给你。
三儿，咋？你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没有，零件少了没有？伤哪儿？我看看。没事。哎哥，你咋来了？我咋来了？我带你回家呀。回啥家呀？不是说好去保定二叔家吗？真没伤着？啊？没有，我不回去。赶紧回家啊！我哪有家呀，哥？我爹死了，我媳妇儿也死了，他还算是个家吗？你说那还算是个家吗？三儿，跟哥回家啊！回去，咱有啥事好商量，好吧？我不走，我就要留下傻鬼子。走，三儿，三儿。消息，李正，报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哎，你怎么站这儿了？长官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请叫我同志。对，长官同志，我想啊，跟你们一起上战场打鬼子。打鬼子？那你开过枪？没开过。那大刀呢？我会玩剃刀。你看，原来是个高手啊！久仰久仰啊！哎，你们别瞧不起我，就这剃刀，刚刚在我们那儿杀了一个日本军官呢。呦呦呦，我还小瞧你了呗？你不信，你去问问，你们去武强问问是不是？我是不是用剃刀？真有这么两下的？等有时间呢。你就拿剃刀跟我比划一下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用剃刀杀鬼。如果比划出道来呢，行，我就去跟团长说，让你加入我们的队伍。但是小兄弟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呢，哎，那些老乡，你去帮他们种点粮食，刮刮胡子，好吧？一班，向左转，跟我到军械库领子弹、领枪，齐步走。你看不上老子？老子还看不上你们土八路。军械库，吃饭了。师傅，师伯，怎么会是你们呢？不认识我了？小山子。你当八路了？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还有脸叫你师傅？师傅，我错了。怎么错了？行了，三儿，你冲着孩子吼什么？我看见这孩子是出息了。小山子，你跟我说，这两年你都干嘛去了？师伯，我不是鬼子进城的那年回的家吗？我回到村里面，整个村子全都被烧了，村里边的人全都死了，俺娘就是被那帮鬼子给杀的。正好有一群八路经过，我就加入八路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给俺娘报仇。三儿，小梁，到，去，把关沙哨往前挪挪，别搁在咱们眼皮底下。到时候小鬼子偷偷摸上来，能看得见吗？是。
枪了。我们的计划暴露了，怎么办？命令赤田改为强攻，炮轰八路军阵地。天黑之前，必须拿下。嘿，快快，鬼子从后山摸上来了，赶紧集合！快集合，快点，快点！小山子，这儿不用看了，马上集合。是。山子，哎，山子，山子，放我出去！没伤着吧？海哥，这炮弹咋都跟长了眼睛似的，都追着咱们跑啊！哎呀，少废话，你逃命！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逃命啊！啊！你还留下当炮灰啊？走，跟我不走，我还要当兵呢！当个屁兵！你先把命保住再说吧。走。咋了？别！受伤了？啊！都挠肚子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哥！臭小子，你敢骗我？不，我没骗你。刚才我还能忍住，这炮弹一下，我这底下就把不住门了。走，跟你一块去。你跟着我干嘛去啊？我怕你跑了。我这么大人，我跑哪儿去啊？我还没有打鬼子呢，我不能死啊！这么多鬼子，你快帮我看着点。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哥，你快帮我看着。你快点。鬼子的那两挺机枪还在那跟我叫唤呢，总共就两门炮，一门早坏了，一门没炮弹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鬼子两挺机枪给我敲掉，完不成任务你就别给我回来。是。Thank you.
样的小刚，不愧是老子的兵。这小钢炮的外号真不是白叫的。上次咱们军区大比武，他那手榴弹可破了记录的呀。好小子，开炮！报告，报告大佐，本田军左路攻击受阻，暂时推了下来，请求您进一步指示。知道了，你马上带人支援左翼。八路军快不行了。嘿。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。不是你的就好。小鬼子，跟他们干了。同志们，上子弹！跟他们拼了！冲啊！三，就冲锋了，咱们赶紧走，咱们赶紧走啊！三，三，你干啥去了？三，回来！三。三，受伤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跟着我，跟紧了，跟着我。三，三，来啊，来啊，三，来啊，来啊！Yeah!
团里让我统计伤亡数字，要不你也来吧。我不来，每回打完仗都报丧，要数你数去。哥，兄弟啊，你见我哥了吗？没看见啊。哎，对了，兄弟，刚才好样的，是挺二的。我叫崔二旺，你叫啥？我叫五十三。哦，你哥是吧？你去那边看看去吧。兄弟，你见我哥了吗？跟你一起的大个儿啊，喘气儿的都在这儿了，没喘气儿的，你再找找吧。别打这个兄弟，好样的！好个屁！不是，老哥，到底干啥的呀？啥也不干，老百姓一个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们别愣着呀，找个郎中给我弟弟看看这屁股。快点！来，去哪儿去哪儿？兄弟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这小鬼子缓过气儿来，还得扑上来。告诉你们团长，做好准备。嗯，挺着点，你不是逃吗？你的逃啊！没声援，老百姓能有这身手？